九空八台湾国运动总召集人交接交接典礼记者招待会开始。谢谢，谢谢秘书长。各位我最敬爱的台湾国的会员同志们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谢谢。今晚呢，我现在开始来跟各位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。我们来宾们哈，今天到场的先后次序哈，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首先介绍我们的客家社的社长张业生，张社长，张医师，谢谢你，张医师。接下来是我们台北市党部主任委员黄庆林，黄主委，谢谢黄主委。接下来是我们前司法院副院长陈仲模，陈副院长，谢谢你，陈副院长。接下来不是贵宾，是我们这几年来的大家长，就是我们的谢英元，谢总召。还有就是我们未来的新会长，新的总召集人王维熙，王会长。跟我们台湾国未来的灵魂人物，我们的秘书长吴业登俊，谢谢秘书长。接下来呢，我要跟现场的来宾，跟我们同志们来简介一下908台湾国运动，然后让大家能够更加的了解908台湾国运动。台湾至今还是处在殖民状态，还不是一个正常国家。台湾在脱离日本的占据以后，被流亡的中华民国当局霸占。1951年9月8日，全世界47个国家签订《旧金山合约》，宣布台湾主权不受日本控制，也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。这便是台湾地位未定论。908台湾国运动认为，9月8日之前，台湾已经是属于台湾人自己的台湾。908这天便是台湾建国纪念日。908台湾国运动是一个最扎实的基层组织，分会在全国各地都有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54个分会。908台湾国运动以决策委员会作为整个组织的集体决策单位，决策委员会由全国干部会议投票选出9位决策委员，再由决策委员们投票选出总召集人，负责召集决策委员们开会。另外有纪律委员5人，规范908台湾国运动的会员行为。2005年，908台湾国运动创会。2007年，由谢英元先生担任总召集人。1月16日，再选出新竹分会的会长王维熙先生担任总召。908台湾国的宗旨在建立台湾为正常的国家，证明自宪进入联合国是我们的战略目标。我们的会员大都是草根运动者，在基层拼经济。经费非常不足，请全国前辈先进多多支持908台湾国运动这个组织，以达成建国使命。我们预定在近期2个月内会举办一次募款参会，敬请各位不吝指教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个美丽的专栏作家，同时也是抢救台湾行动大联盟的王美秀女士，大家用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她，谢谢，谢谢美秀姐。接下来我们就来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来给我们大家致辞。我希望我们每一位来宾都能够掌握住你手边的60秒来跟我们大家问候，谢谢。首先我们来邀请我们的客社的社长张业生，张社长来跟大家致辞，谢谢。
谢谢会长，王会长，各位贵宾，各位台湾国的调家太家安卓太家好。好。那个，我们以前是要反共抗日杀猪跑马，但是我们这个国民党靠着他的党产啊、哦，现在台商到中国去啊、哦，中国有经济起飞了，他们就亲共啊、哦。他你看看前几天，他不但要把毒牛来给我们吃啊、哦，要把不安全的疫苗给我们吃，然后在地制法的时候那种暴力的行啊、哦、的行动啊、哦，那简直是欺负我们台湾人民啊、哦。他现在又要推 APA， 在这种情况之下啊、哦，他是变成法西斯党啊、哦。那我看看我们的啊、哦、本土政党。哦，那是那么没有力量啊，是那么他、啊、让他们感觉说啊，停两天就过去啊。但是啊，当陈云林从台北啊一直到台中去，然后他现在又要到高雄去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啊，到台中的时候，我们908我们的表现是多么好啊。那啊，我们也看到我们啊，抢门啊，能够到各个地方去啊，那个还有我们本土社团哈。啊这样子能够哈、哦，那个啊、哦，为台湾积极啊，这个都是哈、哦，跟我们908一样哈、哦，所以908是我们啊、哦、台湾人民的希望，是我们哈、哦、的模范啊、哦。但在这个时候呢哈、哦，我们啊、哦、希望我们本土社团啊、哦、能够啊、哦、跟908啊、哦、共同来承担台湾的前途哈、哦。我们希望台湾人民对。台湾如果说有所担心、有所希望的话，我们参加我们的社团啊，或者908啊，或者是其他社团啊，我们共同来为台湾努力。谢谢。谢谢，谢谢张社长。接下来我们来邀请我们台北市党部的主任委员黄庆麟黄主委。啊，那个朱庆麟哦，台北市党部是下面多少党部？民主进步党啊，话个大声啦！无啦，我以为你昨天就退党了，所以阿个安尼。哦，阿咱的啊，这个社中交，阿咱的这个未来的这个王总召，阿咱陈忠谋，这个前司法院副院长，阿咱的王美秀，阿咱的客舍张医师，啊，咱的台联，哦，啊，不要紧，卖清风，不要紧，咱台湾国的同志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今仔日吼，当然，啊，这个交接典礼吼，啊，我是到底上面做会长，我唔知影，啊，今仔来我才知影讲咱王会长要做会长，啊，今仔看到伊的这个演讲稿吼。啊，看起来才知影讲，台湾国吼，一个领袖吼，我若80岁啊，我是讲我做者市党部70几岁主委吼，都足老啊。啊，咱的这个台湾国的总召吼，吼80岁比我较老，吼，所以讲我感觉我足少年的。当然咯，一个要担起责任吼，唔是讲用年龄来评估。一个要担起责任，是毋是伊肩胛头爱有担迄、那个担大的责任，这才是重要。尤其咱台湾国的这个同志，每一遍动员出来，每一遍行去街头，我足钦佩。是安怎讲的？你若差我无几岁啦，到我后尾我接近，这就是讲台湾人，伊有迄个时间，少年拍拼，啊，到老啊，咱为着咱这个土地。啊，共同来拍拼！啊，你有当时啊，真侪人咧讲讲，啊，少年人拢无站出来，咱来了解，咱来同情。一寡少年人，伊才要成家立业，伊要爱为着饭碗，伊是行入街头，讲较歹听，伊无法度去做事，无法度去趁钱，这个是伊的，咱来同情伊。所以讲，就是为咱一寡老的人，共同爱站出来。带动我少年人会感受到讲，咱为台湾这个土地共同来咧拍拼的时阵，恁有看到无？恁来看到，恁来了解到，这才是重点。所以讲，今仔日咱台湾国
的这些同志，你们今天为台湾这个土地共同来打拼，是我深深的感谢，是我深深永远的尊敬。多谢你为台湾来打拼，多谢各位，多谢。谢谢黄福伟，谢谢。我认为世代交替只是一个借口，我们爱台湾，坚定台湾的人权、司法，坚定台湾的主权，我想是不分年龄的。我希望黄清麟、黄祖伟继续带领我们拼了，好不好？黄祖伟，我没有办法带领，我是我自己本身就要拼了。谢谢黄祖伟，我们永远追随你。